家好呀，又到了令人愉快放松的周末了。最近的话，学业真的超级超级繁忙，几乎每天都有课，只能晚上抽点时间才能玩玩游戏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就是那课大魔王，结成明日奶，从二月到现在为止，拿下过海外八个服务器全服第一的那克罗斯。如果你喜欢那克或者打野角色的话，我的频道将是你不可错过的选择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。同时呢，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的话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啦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印尼服那克新造型的一部新药厂的实战影片。关注我 IG 的小伙伴可能已经知道了，最近我在玩印尼服，也是在这个月底几天准备偷一个全服最强的榜。目前的话是4000多分，第一的话是7000多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努力个一两天就好了。那克罗斯新造型的话也是玩了好几十把，感觉手感很轻盈飘逸，和天启神秘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大招最后那一段麒麟以及技能放完的最后一段突围。好看是好看，打击的音效不是很好听。如果要我把那克的造型的手感一直评分的话，首先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就是跑酷街头，无论是手感和打击感以及技能特效都是最完美的，所以是最高10分。排名第二的就是天启神兵和玄冥雷泽以及合金觉醒，这三款造型并列第二的原因是手感和技能特效都还不错，唯一的缺陷就是打击感太轻盈了，伤害起来了还好，伤害没起来总感觉挠痒痒，所以我给8分。第三的话就是战神之士和经典造型了，狼人的话打击感很棒，但是手感很笨重，而且技能的特效也没有多好看，但是狼人很帅很酷。经典的造型的话就单纯的手感好，其他的一般般，所以我只给5分。最后就是两款平平无奇的永远之心和鬼域魔甲，这两款和经典造型的打击感以及技能特效都差不太多，但是手感却更卡，总感觉连招不顺手，我就不打分了，懂了都懂。另外呢，我来解释一下最近评论区最常问的两个问题。第一是开局学一技能还是二技能，这个其实还是很容易理解的，一技能比较稳，适合高端局和单排，二技能的话就比较快，你在27秒的时候用，然后到30秒就能强化攻击，不过这个不太稳定，一旦被反野的话就很难受，毕竟只有一段位移，而且还没有控制。第二个就是钢枪和破阵该如何选择，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，这种破阵削弱之后除了增加30%比钢枪高30点之外，其他的属性上还是钢枪更适合那克，所以如果你玩那克很熟很顺，我建议你出破阵打最高伤害。如果你玩那克是新手或者不太熟练的话，我建议你出钢枪，容易出错率会很高很多。另外对面坦克少的话，你也可以出钢枪打后排特别疼啊。好啦，本期要说的就是这些了，算影片我要爬回印尼服排位冲那克的全榜单了。最后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就请多多支持，多多订阅，多多分享哦，你所有的点赞评论和分享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也是我继续做影片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
is ready. Rally. Halt. Rally. Let me get the bomb.